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，你的位分只不过是比我高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，你凭什么敢指使我？如果是朕指使的，贱人一定不得好死。果然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动了手脚。毒药竟用这么高明的手段来对付冷宫于氏欺君罔上，毒害嫔妃，此次进。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至12点，后宫甄嬛传。